台北的民众如果想要吃新鲜的海产，其实不用大老远的跑去北海岸或是宜兰，在台北市中心的台北鱼市就可以找得到了。这里和传统的鱼市不一样，环境明亮整洁，逛起来十分的舒适。台北鱼市除了贩卖海鲜之外，更设有了用餐专区，户外是以烧烤类的为主，室内呢则是以日式料理，采用立吞的用餐方式，站着享用师傅大显身手的海鲜料理。台北鱼市地点相当方便，价格也很公道，顾客来到这边不仅可以采买，更可以就近的一尝现做的海鲜料理哦。